福建省了，五千米想多了啊。广东上班做饭菜没有见过放辣椒的是吧？是吧？我就说吧，但是有的想吃辣，他真的吃不了，吃不了一点。对，服务要做到位啊，服务要做到位。直播间买的跟挑战者的辣度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挑战者的一个辣度，它是用了那个在用了我们自己家的一个秘制辣椒油泡过的，宝贝，所以它的一个辣度比我们直播间的绝辣还要辣啊。你只有能够接受绝辣这个辣度的朋友才能够挑战我们这个熬拌的话，你很难成功的啊。是的，你如果说能，你可以买我们家的绝辣回去试一下，如果说绝辣你能吃，那你过来挑战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它的辣度相差不是很大，然后你能吃那种潮式鸭脖的缺牙齿的，你都可以买绝辣的回去试一下啊，都可以买啊，因为我们家绝辣的话它都用的云南涮涮辣，包括云南的宝子它都是可以直接闭眼看那个绝辣味的啊。金牛哥，你再给大家卖波货吧，小姐姐就慢慢的吃，你就慢慢卖一波吧。看小姐姐吃了这么久，是不是嘴馋了？是的。是不是想吃了？是的。来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啊，小姐姐吃的就是我手中这个辣兰格的爆大腿啊，有两个版本，一个绝辣，一个香辣，其中这个绝辣的啊，就是小姐姐吃的同款。完了以后呢，绝辣它是一个十倍小米椒的辣度啊，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能吃辣的朋友，日常生活中一些辣的菜系、辣的产品辣度不满意的啊，就怕它。如果你能接受这个辣度的话啊，有时间直接来我们现场参加这个活动啊，奖励非常丰富。如果说你只是喜欢吃辣啊，爱吃辣但不是特别能吃辣的朋友啊，香辣的就是给你们准备的，这个香辣吃起来非常的香，辣的话不是特别辣啊，不要被它的外包装迷惑了，其实它只是一个微微辣啊。这个辣度连一个北京啊，不是连一个那个广东那边的朋友，沿海地区的朋友，北方的朋友都能够接受的一个辣度啊，它只是一个微微辣。像这个鸭腿的话，在什么情况下能吃嘞？绝辣的，你如果特别能吃辣的那种朋友，你可以在就是想吃辣的时候，可以吃啊。对。然后这个香辣的呢，你当换吃，当小零食吃，或者晚上什么刷剧啊，睡醒了想看到比吃播啊或者什么的，想吃点东西随便吃啊。是的，像我们家这个鸭腿的话，你平常要追剧、看电视、打游戏，包括你出去玩啊，你去露营，你都可以带个2到3包，想吃都是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吃的啊，宝贝，好吧。而且我们家1号链接绝辣的库存不多了，所以说有宝宝在外地想要挑战的、来不了现场的，你可以买个3包的回去试一下。26.9呢，到手是有3个啊，35.9的话，到手是有4个，39.95个啊，宝贝。就你买的越多，它的一个价格确实是比较优惠的。直播间有没有买过我们家鸭腿的？可以出来说一下我们的一个口感，我都没问题的啊。也一种跟大家讲一下啊，咱们这个绝辣的鸭腿是用那个，我们的鸭腿都是用的那个原来刷刷辣的那个辣椒做的啊，然后绝辣的那个辣度非常的浓，如果说你空腹吃下去，或者不是特别能吃辣的朋友啊，你可能会有那种肚子痛的那种感觉啊，它很正常，因为它特别辣啊，它不是科技辣。如果你们觉得辣的肚子不舒服，是科技辣啊，你们不妨在那个网上买点那个原辣刷刷辣，回去嚼两个吃下去，你看看你肚子痛不痛啊？它不是科技辣，是的，正儿八经的辣椒做的啊。它跟我们家的香辣鱼吧辣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啊，因为我们做的辣度的爆辣辣度都基本上都差不多啊，好吧，这个小姐姐还是挺厉害的哦。现在第二个吧。小姐姐可以嘞，已经过去14分钟啊，感觉自己能不能来第三个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很少有人能吃三个的。现在不行了是吧？挑战失败了。现在放弃吗？非常的遗憾啊，咱们这个小姐姐挑战失败了。小姐姐也算是比较厉害的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呀，小哥哥就有点高啊。这么高啊？小哥，这小哥站在台阶之下的比我站在台阶之上还高，差不多了你们。来上，来下一位小哥哥。这个他这么高，那个屏幕宽不宽得进去啊？OK 可以，刚好刚好啊，刚好就行。小哥在中间啊。肌肉哥头发还有吗？你觉得呢？
挑战的话，失败不需要啊，都免费吃啊，免费吃。咱们年轻人啊，不对，成年人啊，自愿参与，后果自负啊。这个辣度有吗高？小米椒15倍左右一个辣度，一般人难以接受啊。如果说等一下辣的不行，切莫勉强啊，咱们及时放弃。20分钟的一个时间啊，吃完3个100，6个888，12个5000，咱们有人吃过10个了啊。这边咱们这个规则还是很合理的，就看挑战者实力怎么样了啊。咱们确定要参与这个吃辣挑战啊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。可以晓得，可以，开始。小哥，要不要取掉眼镜啊？不用是吧？半你觉得你们都觉得这个小哥半个都吃不完吗？咋想的？毕竟人还都还没开始吃呢，是不是？想到后面，我们这个是最后一个挑吃鸭腿的一个挑战者了啊！如果想要吃鸭腿的家们，直接去买1号链接，因为1号链接鸭腿库存不多了，等一下我们就要过掉了，宝贝啊！又如果想吃鸭腿的，有2个口味啊，宝贝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深红色的一个颜色呢，它是一个绝辣味的，宝宝，绝辣味的鸭腿是挑战同款，爆辣味的鸭腿是辣的。能吃辣的去买这一款绝辣味的，一包的话是80克，保质期呢给大家做60天啊，氮气锁鲜一个包装，然后26.9块到手是有3个，39.9块呢到手是有5个啊，宝贝，好吧，直播间如果想吃辣的直接买点，对，这个的话比潮市还要辣啊，宝宝，你要是能吃潮市鸭的辣度的话，你也可以买我们家的绝辣回去试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位小哥哥看已经开始挑战，小哥哥有点开始细嚼慢咽的感觉啊，慢慢吃啊。好不好吃？挺辣。很辣，感觉你自己等一下会不会被辣哭？我都很怕，我僵住了。咱们这个确实很辣啊，量力而行，切莫勉强。绝辣的宝宝，一号链接的绝辣的是很辣的啊，你要吃辣的你买绝辣的，不辣的话你买香辣啊，宝贝，好吧。这个估计一个都吃不了，你觉得他能吃一个的扣一，吃不了的扣二，好吧？啊，你如果能吃那个朝天椒的话，你也可以买一下卷辣回去试一下，这个跟臭盖子辣都是差不多的。店址在长沙太平街，长沙太平街五一广场那个地铁口，地铁2号线到五一广场1号出口直走啊，就能看到我们辣兰阁的一个吃辣体验馆，我们在这里等你啊，好吧？要链接鸭条啊，怎么样，还能不能吃啊？还可以是吧？他们说朝天椒，结果他说能朝天椒能当饭吃，能不能买绝辣的？朝天椒能当饭吃的话可以拍绝辣啊，可以啊，可以拍绝辣。朝天椒它比那个小米椒要辣一些，辣一些，对。你买几个那个他说买几个辣的，辣去辣前男朋友。你确定你前男朋友你把这个给他吃，他不会有防范？是的。那四川也是能吃辣的，你四川的、重庆的、贵州的、云南的，你可以买绝辣回去试一下，对吧？但如果说你是广东呀、福建啊、上海啊，还有那些江苏的一些宝贝啊，你吃不了辣的，咱就别买啊，别买绝辣的。绝辣的，老人、孕妇、小孩、宝妈都不要去吃啊。实在受不了的，买香辣的回去试一下，好吧？直接去买。什么时候挑战臭干子？马上了啊！对，你们不要走开啊！舅哥，你卖一波货吧，让他们。来。福建吃不了绝辣。对。咱们是一个这个抱大腿啊，有一个香辣一个绝辣，如果说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啊，你同时你又特别爱吃辣，特别能吃辣的话，建议拍这个绝辣的啊，绝辣的我们活动参与的这个同款啊，小米椒10倍左右一个辣度，特别能吃辣的才能去拍啊，然后如果说你只是喜欢吃辣爱吃辣，不是特别能吃辣，就拍这个香辣的，香辣的只是一个微辣的啊，兄弟们口感味道一模一样的，辣度不一样啊，根据自己的吃辣能力去选择，不要去纠结那个味道之类的啊。大哥还要不要再来一个？来不了了，来不了了，放弃了啊。放弃了是吧？好，来，有请下一位。放弃了，刚刚说只吃半个的，吃一个的。
看到没有，吃辣这个东西它不分男女和你身高体型啊，这么高大的一个大哥都只能吃一个，刚刚那个小姐姐居然吃了三个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是的，这个是秋干子还是鸭腿啊？这个是鸭腿，还有一个是最后一个鸭腿了啊。这个小姐姐啊，小姐姐最后一个鸭腿了，那鸭腿还没有下单的啊，宝贝们抓紧手去拍啊。小姐姐现在是我们最后一个挑战吃鸭腿的啊，对，吃完以后我们就放那个发票子了。对，第一最后一个吃鸭腿的了啊。那直播间如果说想吃辣度的，不知道辣度怎么去选择的，你们都可以打在公屏上，主播会去给你们做介绍，肌肉哥也会教你们怎么去买啊。好。